听说过1357养鱼法吗？一天喂一次食，三天换一次水，五天洗一次缸，七天换一批鱼。唉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养的鱼都逃不过七天的厄运。直到有次我无意间看到小蝇在和鱼玩，表面上看好像很和谐，但实际上，我的妈呀，吓死鱼了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在看我？我求你离我远一点。酸球，老子不想活了，你弄死我吧。没野鱼，鱼会被吓死才怪。但实际上，我的妈呀，吓死酸球，老子不想活了。没野鱼，鱼会被吓死才怪。为了不让小蝇再接近鱼，我决定学网上的方法对它进行温柔教育。摸摸摸摸鱼缸，砍掉，抓抓砍掉，抓抓砍掉。把它带到鱼缸边看一下成果吧。来呀、啊！这天我在跟鱼缸加水时，突然意识到，小蝇好像并不是每次跑去鱼缸都要跟鱼玩，但是每次都会去舔鱼缸的水。难道是因为……过来，地面没水了。我赶紧找到小蝇，想跟他道歉，却发现他正在用我的水杯偷喝水。但这个杯子看起来有点眼熟，不会是……哎，好了好了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慢点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回家发现密码锁竟然没电了，我开始尝试敲门呼唤小蝇，好像有动静，继续呼唤小蝇，开始对着监控指导开门，失败了，继续求救，又失败了，明显感觉不耐烦了，只能拿出我的翻译手机。能帮我开门，我一带着小狗回来了。好像听懂了。就这样结束了，结果他给我发了一个视频，赶紧煮哦，菜炖菜给你吃。这么厉害。